宜兰芦东转运站明天正式开放使用，但是民众抱怨火车站跟转运站之间距离300公尺实在太远，而且在多雨的宜兰又没有设置遮雨棚，对于转乘的民众来说很不方便。吴荣师热闹开场，宜兰罗东站终于在6号正式启用，但现在却有民众认为火车站和转运站之间距离300公尺实在太远，转乘很不方便。蛮远的，天气好还好，它像很热的话或下雨，就会觉得很不方便。旧的临时转运站就在罗东火车站正后方，而新的转运站和火车站之间300公尺外，还要穿越车水马龙的光荣路，而且宜兰经常下雨，最好能增设雨遮的人行空中走廊。那罗东转运站跟火车站之间会有接驳专车，那5分钟一班空中走廊的部分，那我们也会来跟中央争取经费。先前旧的转运站每年将近500万人次，是县内规模最大的转运站，这次新的转运站斥资10亿6300万，是否能符合实际需要，要等县民打分数。记者张凯婷宜兰报道。